姐。找到北极星了，你们好好聊一聊。夏欢，这次记得要把你的故事好好继续下去，我也会继续玩。尚欢，你在干嘛？去找事做啊！不管干嘛都好，反正就是不要让脑袋一直想，一直想。王尚欢，是你自己让大姐跟羽凡碰面的，一切都是你活该。你现在只能面对现实，再痛也不可以哭。哎，杰森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刚下飞机，快到旅行社了。这一次呢，我谈了三根羽毛，资料我已经寄给你跟郑辉了，帮我去查一下对方的实力是如何。尚欢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我就家里没事啦，所以想说到公司赶一下工作的进度。这样才可以赶上大家的脚步嘛，是不是？喂，左边你有听到吗？喂，我妈啦。喂妈，那个下礼拜一我就有时间陪你逛街啊，先这样，拜拜。你怎么也会来公司啊？不是放假吗？为什么不好好休息？我要给客户的资料忘了放哪了，想说来公司找一找。可是你的睫毛上面好像有一点泪水哦，你讲话有气无力的，你是不是？哪有啊？不管有没有，我现在就带你去一个可以振奋精神的地方。好，走。喂，大姐，你在哪？怎么了？奶奶突然带了一个老伯伯回家，当场被老爸抓到哎。什么啊？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一下该怎么办啊！紧急会议，
那大姐有说她会到吗？当然，大姐说她马上就会到了。那个我还在加班，走不开。不，你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奶奶的事情重要，还是你加班重要？你请个一两个小时，讨论完再回去忙也不会怎么样啊。反正你们三个有什么结论，我 follow 就好了啊，就这样了哈。菜统统点好了。小黄老师，你要不要先点什么饮料喝喝啊？舒一婷，不好意思哦，你本来还要加班的，结果变成带我去游乐场玩了。因为我怕你真的会去打人啊。怎么可能？所以呢，打打拳击，打打地鼠，射射飞镖，坐云霄飞车，可以用尽全力喊一喊，把不爽的通通抛在脑后，这样子不是很过瘾吗？朱玉婷，你也点太多菜了吧？我刚刚问你要吃什么，你说随便，我就只好通通都点啦。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呢。但你不觉得看到这满满的一桌菜，感觉很开心吗？的确啦，如果是平常的话，我应该会很开心吧。那今天也不能例外，开开心心的吃饭，吃饱了，人会有一种满足感。上欢，只有让你开心，我点这一整桌满满的菜才会有意义。所以你看得出来我心情不好？你的心情永远都写在脸上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不说，但我会陪着你。你想要做什么告诉我，我通通帮你搞。朱一婷，谢谢你。听我的，把所有烦恼通通丢到脑后。现在，我们一起消灭这些菜。哪吃得完呢？而且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胃口。要不然这样，我们来玩猜拳游戏。待会输的人呢，把这盘扣掉。吃饭就吃饭，玩什么无聊的游戏啊？不无聊，不无聊。三位老师，你告诉我，你不要想，你待会解放守护你要出什么？拜托嘛，告诉我，告诉我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石头了石头。预备备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你真的出石头啊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还以为你会改。没关系，第一把嘛，愿赌服输，消灭他。恐怖的是那些永不放弃，一直给一直给一直给，直到谁崩溃。我又输了，消灭他。不要硬塞了啦！为人之下的苦，不会浪费食物，不会浪费。搞定，消灭了。喂，你一直输，我是要吃什么？再来。预备备，剪刀石头布。终于输了，可以吃了。来，他想离开。黄玉王。